兼治其之，治之在德故。说各民以德于天下，便见亲民之善，皆民德中事矣。正其性者，转一花十位大人敬之也。成其义者，转一七十位人等敬之也。治其知者，转一六十位要观察之也。格物者，作为清时官，乐知天下国家，根深器械，皆是自心中所见故。心坏也如他物也。是故若欲格物，莫若观所愿远。若知坏所愿远非有，方知内所愿远不无。若知内所愿远不无，方能力去内心之恶，力行心内之善，方明自谦，方明圣独。又指一明德，分心意知三明致知，即明明德，不住离本清净周遍之心，而换为八十，一言十，二耳十，三鼻十，四舌十，五身十，六意识，七莫那识，八阿赖耶识。前六识者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相接，而现之识也。第七莫那识，亦云染污，执我之法之一根也。第八阿赖耶识，亦云含藏，即前七识之所藏也。能转八识，则成四智。转眼耳鼻舌身十未成所作智，转意识未妙观察智，转莫那识未平等性智，转阿赖耶识未大圆净智。如是则不排其清净周遍之真心。观所愿远者，为观有见所取之相也。外所愿远，识所愿之近；内所愿远，是能愿之心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我法二执着，则物自得。由大佛顶经所云，不为物转，便能转物也。执智者，二空要观无间断也。一尘者，由第六识入二空观，则第七识入不执第八识之见分，为内自我法也。心正者，由六七二十无我之故，第八识舍爱耶离，由六七二十无法之故，第八识舍意守无，转成阎罗罗识，一名大人尽智相不心平也。深修者，第八识既成无漏，则一切无一，十二处，十八界，皆无漏也。加其国治天下平者，一身清净故，多身清净，乃至十方三世圆满清净也。不住真如之意，不变而随缘，随色受想行识五蕴
当体即是真如，不知是故，而妄执有时能，即为人我执。妄执有时法，即为法我执。我执者，谓执有悟性也。能破二执，即得二通。金刚般若经云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破人我执矣。又云：菩萨一言所住不施，不住色不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施，破法有执矣。当知空假中不净三观，是破二执之神方，斩一切罪根之慧见也。一熟者，因果之理，或一时而熟，或一心而熟，或一处而熟，三世因果之成熟，非一时，非一性，非一处也。夜多多时，一语白净时，即真如本体。色受想行识为五蕴，六根六尘为十二处，六根六尘和六识为十八处。曰因曰处曰境，皆障碍而不清净。须臾相之中便知身，引皆身业故，皆有动也。若能转识未至，则皆成无漏。以上口是性修止去尽，详是要修自意六为三。出的是何物？须从本合。二强是成矣，必先治之。三根是修行至平，必有自立。经出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。前以古之欲明明德天下者，原不单指一网友为人说，恐人错解，今特点破。